现在就是年纪大了，这个手可能就过一下就会酸，毕竟还有个旧伤在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你觉得年纪大了，这件事情会不会？到了我上两周前吧，是两周前，10月1号，对，两周前，两礼拜前，满29岁。就是人过出社会之后，时间就过得超快，就是不知道当什么事啊，就是连大学的生活都想不太起来，就这样走到30岁，非常可怕，就是20到30这10年看起来，就是好像一年就一件事发生，你好像10年就发生10件事，然后就突然就30，非常。岁月催人老啊，那接下来这首歌跟岁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，有辣有好没有。这首歌叫《浪漫停止》，然后这首歌是林凡的今年发的6月发的新专辑的歌，然后这首歌是我作品，就是我不是翻唱，这首歌是我写的歌。然后其实我在就是林凡老师发专辑之前就很爱上这首歌。那终于等到他的版本问世，然后就发现这两个感觉超级不一样，就是老师还是传达出来的温柔还是比我多一些，因为我比较像是纠结，就是属于天秤座本身的纠结。然后《浪漫体》这首歌，体质《浪漫体》这首歌是在讲，其实原本是要讲我过敏这件事情，就是。现在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吗？有吗？这几天特别严重，我想要证明验证一下我自己，就是这几天有特别严重，真的吗？不要恨我，不要会安慰我，真的有对？为什么、啊？在空是换气，好像综合下来的答案是换气，对，好烦哦，我真的是一直擤鼻涕，好累，然后又揉眼睛，说有够累。
然后下一首歌浪漫浪漫体质。生生生